以下节目是由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特约播映。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商界纵横，我是 Mina 李世平。那首先呢，祝大家圣诞节快乐。那如果呢后天呢已经是圣诞节了，如果大家还没时间购买圣诞礼物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购买健康保健产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健康保健产品专家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Nina Wen 来到节目当中。 Nina 你好。你好 Mina，圣诞快乐，圣诞节快乐。我们也是要说，对，也跟湾区的朋友们说一声圣诞快乐。对，那说起这个圣诞节了，那当然是送礼物的好日子了。那你们有这个升级套餐了，麻烦您来介绍一下。对的对的，我们那个升级版的这个至尊版的这个喷雾 CBD， 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只绿色的，是原价是160元一支。那么大家看到旁边这个，因为今天我携带的关系只有3支带到节目的现场，我们有80多种喷雾型的维他命。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我们有配合不同的套餐。原价呢，这个维他命原价是1支25元，那么这一个套餐呢就是210元。那么今天给湾区的朋友的优惠就是180元一套。如果你购买2套呢，我们就加送1支维他命；如果购买3套，我们就送2支维他命。特别是呢，等一下我要跟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我们这只蓝色的叫做 ATP 的这产品，等一下我们再聊。那观众朋友们赶快打我们的电话888-789-1670。那就像刚刚 Nina 所说的，如果大家呢圣诞礼物还没有购买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呢，就是买这个汉麻油加维他命的这个升级套餐，而且是喷雾型的。那电话号码呢是888-789-1670。那说起了，就人为什么要吃维他命呢？对，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一种被宣导当中吃维他命，但是为什么要吃维他命，其实我们都没有好好想过。那我们的专家呢给出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食品呢不像几十年前那么纯天然那么健康，所以我们吸收不到那么多的养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在用一些附加的手段来补充我们体内的营养，增加我们的维他命。那你在一些很多人的当中呢说，我不知道我身体缺乏了什么，其实呢在维他命的这个补充上呢能够有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不知道 Mina 你有没有这个症状，比如说你眼睛有的时候会干，对着电脑时间久了会疲劳，其实这种症状呢我们专家就说你眼睛疲劳其实就是缺少维他命 A，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所以我在这儿就提醒，那像我们的这支 CBD 好了，喷雾的 CBD 它本身就会有调节你的人体的神经系统，让你达到好睡眠呀，提高免疫力呀，消除炎症啊，然后抵抗焦虑，特别是对一些炎症和疼痛、睡眠问题，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您刚刚有提到这个焦虑了，因为现代人呢就生活忙碌了，就是压力很大，压力太大。对，那如果是这种类型的人群呢，应该要怎么样的 combination 呢？就是这样子，比如说这种的类型呢，就是我建议他呢，就使用我们这个至尊版的这个喷雾型的这个 CBD， 因为它是一个全植物提取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全部来自美国的原产地。然后它这一支呢是可以用1个月，那么喷雾起来呢，在你的嘴的两颊的内侧一边4下，这一支是1个月的量。那本身 CBD 就会对人体有这方面的帮助，让你能够减缓你的压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产品。再加上呢，我们会配合2支相对的维他命来加强这个效果，就能让你更快的能够体会到说你的体内会发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因为观众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维他命了。是，那可不可以麻烦您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就是每一款维他命呢，当然你们有80多种，可能讲不完，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哪些对哪些症状特别有效。好的，那我先说说这个维他命的发明最早是谁哈，是在1966年的一个美籍的一个匈牙利的一个科学家，他叫做焦尔吉博士，他发明的这个维他命。其实以前我也不知道，就知道有维他命。所以呢，这个维他命自从发
发明了以后呢，就被人们开始认知。那我们的维他命这个套装加上至尊版的喷雾型呢，比如说针对睡眠的，针对提高免疫力的，对一些老年性它有一些前列腺的疾病消炎，那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对男性的。那对女性的，我们都希望人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延缓我们的衰老。另外一个呢，对这个还有一些骨骼关节上的问题，特别是我提到，就是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只蓝色的叫做 ATP 的这一只，价值呢是$35美金的，那放在套餐里只是比原来的多10块钱而已。而且这只的效果非常神奇，我自己做过试验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双手沾地，弯腰沾地的时候，可能我那次试的时候，因为我穿一双高跟鞋，手指尖将将能沾到地面，但是我喷了8下，待2分钟以后呢，我的手基本上一半是可以沾到地面，就说明马上对你的全身的细胞有一个很好的营养，特别是对于我们需要人都是非常紧感觉那种感觉，能够让你放松，对你的肌肉啊、关节啊、营养细胞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非常非常棒。嗯，那为什么要这个 CBD 加维他命呢？ CBD 呢，它本身的这个功能，我们以前说过，就是我们哈麻油当中的主要成分就是 CBD、嗯、CBD 的主要作用我刚才说了，通过调理人体的神经，让你好睡眠，白天有精神，免疫力能够好，然后呢人的炎症啊、疼痛啊相对的都会减轻，像有些人精神上的一些问题都会得到缓解。那我们再配两支相应的维他命的目的就是让它更快地达到效果，有就是有的放矢的去配这个两支维他命。据我们的这个专家王博士介绍呢，就是说这个维他命不是胡乱配的，说我今天想吃什么随便吃，不是，因为里面都有很多相同的成分，有些东西是不能过量的，有些东西两种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起到反的作用，所以这个真的是专家要做的事情。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好，麻烦您再讲一下你们的优惠以及你们的电话号码。好的，我们今天带给湾区朋友的优惠就是我们至尊版的喷雾型的 CBD 加两支维他命的喷雾呢，原价是210，今天只要180一套，如果你有加这个 ATP 的这支呢，就是多10块钱，就190。对对对对、嗯，本来原价这套是230的，那么如果买两套呢，我们就多送一支维他命。到时候你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小姐咨询你有什么身体状况，我们帮你搭配相应的维他命。如果买3套以上呢，我们就送2支维他命，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特别好，在大家都在节日当中在忙着送礼给家人给朋友，希望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好，那观众朋友呢就记得呢，就是打这个热线电话888-789-1670。